记者十五号走进红旗一巷，看到海马、鲨鱼、水母，长约800米的巷道两旁，一幅幅惟妙惟肖、色彩斑斓的墙绘映入眼帘。彩绘的内容还有龙舟、醒狮等斗门非遗元素。此外，周边的居民楼外立面也被翻新改造，面貌焕然一新。看到老旧小区发生新变化，居民们都拍手称好。我有时候经过也会看到有老人家带着小孩子，哎，就指着墙面就说，有鱼呀，有水母啊什么的，这画面就挺有爱的。红旗一巷的这些改变得益于斗门实施的民生微实事工作。据了解，红旗小区周边有不少学校，还有农贸市场，平日车流人流量大，而红旗一巷较为老旧，环境面貌有待提升。为此，红旗社区将其申报为民生微实事项目，对道路周边近10栋的居民楼外墙立面进行翻新，对道路沥青硬底化，并疏通下水道，同时增设公益广告、宣传栏，张贴创文标识，绘制情景墙绘等。经过改造，红旗一巷成为周边老旧小区里最亮的巷道。